为刚刚盲目从后面盲目的时候，大概就是你的心理大概就是这个力量。通常来讲啊，今天你讨论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说 ，OK， 你送件啊、补件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嘛，啊，那补给是补给是不行就不行嘛，不想打回票就核准嘛，那核准以后他还是随时可以提出来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案子就刚王副主任报告，就是说今天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一些意见，那意见会审以后。然后再来提啊，所以要补件啊，还是要怎么样，或者是理清再来处理。那时间上当然来讲，看主管单位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嘛，委员会排入就可以讨论啊，所以这案子该怎么样 ？OK， 还有没有其他？稍微我们稍微说一下，就是说好像林一电视的负责人有来会说过嘛，那就你的了解。对审议委员会说明我不知道，那个南部你可以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就这个案子在审议的过程哦，那在我们的审查委员会这边哦，有请就李董事长这边率相关的主管哦。到会做说明，那也有在到会说明的时候，不只是我们的审查委员，也含了一些学者专家哈，也一起有类似座谈会的方式来进行。以上说明。我们这个说明啊，7月1号，李主席李志英先生跟他的总经理有到本会来。跟我交换意见，那交换意见是在我们的大会议室801号，那到场的有我们的传播内容处长，另外一个防护处长，还有传播内容处的何处长，防护处的高处长，还有警管处的黄金防护处长，还有相关的政工人员都有在场。那我们就他就来陈述他的经营理念。好，那我们经过相互的交换意见，我会给他做一个，他在谈的中年部、中年部方面谈哈，那他有谈出来，他有表示，他是很诚意的、很认真的来要来经营这个一电视的部分。那我也讲说，我们非常支持他，只要他的动画用在非常正面的，包括教育。包括医疗，包括薪资，包括科技，我们都绝对提倡，我赞成。但是对于社会大众的疑虑，就社会大众的疑虑，包括儿少性侵、家暴、犯罪，所有这些社会的疑虑，那他们是不是可以做？适度的或者是积极的朝这方式来处理。那李先生当然也很诚意的说他会努力朝这个方向。好，那我跟他讲说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每一个不一样，台湾跟香港，台湾跟中国大陆，台湾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？在美国可以的，在台湾偏偏不行；在台湾行的，在美国偏偏不行，或者是其他地方不行。所以台湾有它的特殊的，或者是它个别的民主的特性跟它的价值观。那这个民主特性跟价值观，基本上作为一个媒体，应该要去融入这个社会的价值观。那我们都对这方面都达成共识，所以他会朝什么方向去努力？好，这是当天大家见面讨论的这些部分啊。那当然，他也提出来一些
承诺了，不过这个承诺就是根据节目广告会解释过的这些原则来做承诺啊，来做承诺。那么刚刚谈到我总归一讲这样简单讲 ，NCC 对于动画在科技、薪资、教育、医疗的部分绝对非常赞成，毫无疑义的。但是动画朝正面的当然赞成，动画在报道社会相关的刚刚讲的那几个类型的部分，一件事必须要审慎的处理，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当，那就逾越了台湾人的价值的最低的底线。那这个价值的底线上次大家都看到了，很多的社团都跑去他的总部抗议了，对不对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在这些抗议的疑虑还没有完全消除，或者甚至可以说没有消除之前，我相信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都是从各种面向来看的，所以我相信他们做出不予许可的建议基本上是这些疑虑还没有消除，所以可能一件事必须要去重视刚刚讲审议委员会的意见啊，意见。那刚刚我也谈过说，其中好几个台啊，三个台可能中间有一些部分，蛮大一部分他们在那个审议委员会有一些报告说，他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是猎头啊，猎头，就说一个节目可能在两个台播了啊 ，maybe 播的百分之多少啊？蛮高的连同数，那如果是只是一个节目，那是一个就好了，怎么是连两三节啊？那大概就是变成这个。那当然在这里面，今天为什么做这个进行审议的部分，就是说从各种角度需要再仔细看一下啊。那如果真的看出来不行，没有通过，那可能就会做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嘛。啊，当然为这个。一件事也可以自己说啊，那我重送一个案子啊，过去的那些早期送的案子，帮我抹掉的不要了，就谈他们最新、最好的技术跟正面的，或者他们播报的新的样态来看，也都是一个好的办法的啊。所以今天才会做出这样的新审议的结论。谢谢。请问有没有人就是要写不同意见书，或是写同意见书？没有，今天没有人写不同意见书。因为刚讲的第一台都做出来的建议集合蛮多集合的嘛，啊，我想大概也都 OK。如果就算没有核准，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做出来。那样，他如果要重放，他应该是把它撤回再放。我想他就再放一放。但是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他其实是可以随时送案子的，他如果他是收回来，收回来再送，是吧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。这个东西我们讲，既然审议，所以我们讲一下。OK， 所以还有其他的看法？那个台播的那个案子呢，有出来了吗？台播的案子，台播案子现在只送到一百三那边。就是首长会有。那个，包括空间什么的，都要送到。到的需要上档。